Hello, we are good big right. So Coco, what are you doing? I'm doing this. Mix. Yes.
看别高啊，高高高位高位。妈拍照了，你被拍了。没事。哎，小强，小强看镜头，看一下镜头，老师要叫拍屌。我很生气的。算个屁嘛，孩子，好玩啊，孩子。孩子，如果你要长，你这么长。这个切一下，这个太粗了。别给写假呢，看你妹啊。高完，你有这个给我切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哎妈，别装逼了，行了吧？妈，看你了，这手都切到了，还有。哎呦，中华，我手要大的呢。妈，你自己不带食材了吗？还怪我们喽？我不。妈，桌上说带苹果，哎，苹果呢？鸡鸡。妈还大厨。你要黄叶的吧？待会儿，待会儿先收拾啊。我洗过。习惯吗？手干嘛切一条一条的？尿洗了吧？没有啊，这切成。小 IP， 你这是在找？能不能这样切，大哥？这么多够啊，这么多够啊，这么多够。这样切会出事。我去，切成一条，然后直接。不行不行。好嘞，哎，铁柱你来。能不能我做一个？这么多够，切真的够。这么多够啊，焦强，不用了，焦强不用了，这么多够，这么多够，这么多够。他这样给我吃吧，吃吧，赶紧吃。这黄瓜放哪？先这黄瓜放哪？给我一下。放，你先别添完，这黄瓜放哪？让，录像。就是这些。有没有那种袋子之类的？你们做个汉堡，然后夹一片。哎，拿黄岩面包垫着吧。妈垫个屁！先拿一片垫一下。嗯，来吧，我这吃的。别添万钱。我不吃了。那小罗不吃早餐了。天天能吃吧？我有病啊！先把这种锅子地方切出来。傻了，我靠！可以吃了。给樊奇切。哎，那个给我那个。哎，我都不嫌你们手脏。这是面麻的。哎，我一杯厨房的。有没有酱啊？没有。没有。啊，切。哎，小龙虾。都是你这样搞的，我操！我妈他还好了，我操！还好啊，这个还好，这不是要切薄好吗？把这上面多余的那部分切。刀要切薄。给你干嘛？我要切薄没关系啊，切厚一点，对，再改刀就好了，着什么急？对，这样就很好啊。对，从这里。妈，你给我留着，我操！他还有多大？妈就这么点，你妈做寿司那么粗一块、啊？寿司一根一根的哦，大哥。对啊，你那么粗一块啊？这是寿司啊！我操，寿司被你们寿司啊！那个是硬的。我觉得还不如陈瑞煮都被眼看了。哎，我和陈瑞煮的算了吗？这一片就可以了，那个已经不。我说真的，陈瑞刀工。我去吃了。吃了，可以，还可以哦。还可以。是。哎。肉很脏，可以手是脏的。中华前猪腿，王爷丢个面包，浪费一个面包吧。东夏卡拉卡，浪费你也知道你。我操！你放这上面都不说你了，我操！哎，我有些屌毛。拿纸巾啊！我高完，妈面包让你吃了，不吃吗？浪费食材。哎，还可以啊，这个不好弄。是啊，妈，我花了好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同学，吴建明同学，对这美食活动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操你妈！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'm talking about you. 三个啥都没。想吃硬的自己买去，或者吃我的。这东西放面包上面。谁他妈跟你说要加那么多黄瓜？最小就是一个三明治，不是啊，这是寿司啊，他是寿司，我是三明治。等等，有一些不行。快点，这样摆的，这样怎么吃、啊？妈做寿司的时候，妈这我的，我操，这是你的，你先做、啊、没关系，没刀我不做。我操，这是什么呀？好了，切片。你妈给我留，这是什么？打扫到没有？没有了，留一个。那怎么办？要帮他先做完，先你赶紧做完先做。这是给他的。我先做，你们先做，给他，然后都给他。我操，这他妈什么呀？这东西先放哪？你们先下厨，让我们做。哎，就这样子切了吗？在意美观干什么？就是、啊，能不能吃还是回事。你要这样的，干嘛？这东西先放哪先？你确定那么厚夹得进去？这东西夹得进去，我放多少？先放着就好了，先放着就好，放着就好。我
要做，我要先要把紫菜拿出来垫上去啊。等等，我得找人拿个盘子，找个人拿着纸盘子。就洗一下吧。你们这是做寿司还是做什么三明治？我不知道黄要干嘛呀，要做两个干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做面膜，我操！你做面膜干嘛？做那么多干什么？做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没事，切就好。先做寿司吧，先做寿司。啊、你看你这先做寿司，所以说你们先把这边拿开呀。先做寿司，拿个盘子啊！那谁先拿个盘子？需要个盘子。那我们撩一个。去啊妈！去啊！你他妈光坐着不说话，你妈还是说切一遍。我有那张脸吗？我去要。那你他妈好歹站着吧，我们都站着，你他妈一个坐着，你还有脸吗？乖，来坐着录下。哎，没有。我靠，你别吃完了。可以，可以。要的。可以，真的有放桌上了。能不能还上？你又放桌上，随便你了，你待会把它吃了就是。不够，这东西先放这里，赶紧拿走。先拿下。我去洗个手。妈，放着呗。放着。把这个黄瓜切得好。录完了，聊完了，差不多。黄瓜太多，没有啊，妈，你做的那么多。这是什么？来了来了，这炒饭吗？有了就用就行了。哎，刚完是吧？刚完。你炒饭好强啊，怎么办？这边别过了，这边别过了，要留一个边。妈的，我们看不下去了，我操！高玩去了，快吃！我日你！留一个边啊，大哥，别哭一边。哎呦！别动我了，黄建清。这是七块钱，我已经饥渴难耐了。七块，这是七块的那种炒饭，哎，不止六块了。哦，六块了。反正很贵的炒饭就是，全不了贵，很难拿。不用放香肠了，本来就有香肠。两片一起，盖子没多少，两片一起盖子。说呗，说。你们自己做了那么多，你们不用全部给老师尝。谁他妈要给老师啊？就是还要给老师啊！所以说做两份，要送。拿个碗装的就好了。耶，摆好一点吧。耶，哎，这都没工作。快点啊！快一点呐！哇！